但是慈悲爱众生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佛法的修学，浅谈念佛法门。三，一正庄严。极乐世界众生生者，皆入莲胎，莲花化身，清净相结，无父母血肉的会，无助胎十月的痛苦。无论上中下品，皆具足三十二种大忍之相，身光无量，受与佛齐。不仅身处清净，寿命殊胜，正报庄严。而且依报国土，亦非常清净美妙，无三恶道众生，无空气污染，无高低不平。物资丰富，宫殿楼阁、栏杆街道，皆七宝所成，光洁严净，无需要清洁打扫。衣食自然而至，无需要买菜做饭，日用品丰盛具足，无需要选择购买。遍地黄金，七宝在道，无需唯利是求，辛苦劳碌。无量寿佛经说，所处宫殿，衣服饮食，众妙花香，庄严之具，由第六天自然之物。
若遇时时，七宝波气自然在前。金银、琉璃、砗磲、玛瑙、珊瑚、琥珀、珍珠，如是诸波随意而至，百味饮食自然盈满。虽有此时，时无时者，但见色闻香，亦以为食，自然饱足，身心柔软，无所畏惧，事已化去，时至复现。又说，无量寿国，其诸天人衣服饮食，花香璎珞，珍盖床幡，惟妙音声，所居舍宅，宫殿楼阁，称其形色，高下大小，或一宝二宝，乃至无量众宝，随意所欲，应念即至。环境如斯，实有助于修行办道。四，方便殊胜。世尊所说无量法门中，念佛法门最为方便。例如见佛方便，娑婆世界世尊早已入灭，弥勒菩萨当来下身，现在我们身在无佛之世，没有机会见佛闻法，非常苦恼。但阿弥陀佛于今正在极乐世界说法，但得往生彼国，立即可以见佛闻法。受持方便，其他法门必须实处许可，面对佛前时可礼拜诵念，或在清净极静的环境中安顿身心，然后可以修习禅定。
但念佛法门，行住坐卧，忙碌安闲，迎宾送客，办公做事，甚至舟车劳动，皆可以心念佛号，非常方便。浅谈念佛法门，四方便殊胜。念佛法门具诸功德，但念一句弥陀，就得总摄六度万恨。如一心念佛，万缘俱舍，就是布施；一心念佛，不作恶业，就是持戒；一心念佛，心自柔和，不嗔不暴，就是忍辱。一心念佛，净念相继，永不退堕，就是精进；一心念佛，妄念不起，就是禅定；一心念佛，正念分明，就是般若。修一行即具足众行，在受持方面是非常的方便。解脱方便，修持其他法门必须断尽见思烦恼，业障消除，才可以解脱生死，超出轮回。念佛法门，但能专心精进念佛，即蒙阿弥陀佛慈悲摄受，待业往生，一生彼国，即横出三界，超越轮回，解脱生死。成道方便，佛道遥远，非一生一世可能成就，特别是在娑婆世界修行，竟难退意，必须经历三大阿僧祇劫，勤苦修持，方证菩提。Thank you.
念佛法门，仰仗阿弥陀佛慈悲愿力，往生彼国，见佛闻法，悟无生忍，得不退转，一生补佛之处，即成菩提。综上可知，极乐世界是何等的美妙，诸道因缘又是何等的殊胜。我们无论是为了投靠乡主父老的荫庇，或是为了远离众苦，享受依正庄严的快乐，亦或是为了见佛闻法，在诸道因缘特别殊胜的环境中修行办道，速证无生，即成佛道，都应该念佛发愿，求生极乐世界。所以念佛一定能管用，一定能往生，但是我们常常嘴里念的是佛，心里妄想纷飞，心里都是妄想杂念。这样念佛实际上就是念魔，表面上修行，实际上心里造业。阿弥陀佛是真心想接我们，关键是我们是不是真心想去，是不是对阿弥陀佛具足信愿行三资粮呢？如果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佛，什么是往生，什么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还念佛求往生，这叫迷信。信要先明理，明理了才能深信，深信了，才有坚定不移的信心。嘴上说要爱护众生，就先由爱护身边的众生开始。
如果成天只顾着自己念佛诵经，不顾家庭，不照顾孩子，让家人烦恼痛苦，这不叫修行，这也是恼害众生。修行莫忘兼顾生活，唯有生活圆满、工作圆满、修行圆满，才是真正的圆满。如果生活没有圆满，工作没有圆满，另外得到的一个圆满没有什么用。僧如大地，长养善法功德，供养僧宝，功德殊胜难量，慈悯众生，常施烟供、药供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人都有身体，有身体就会生病，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，所以生命天使来提出来，大家多放生、多吃素。更重要的，我们去护持全世界在修行的出家人，特别在贫穷偏远的地区，那佛说说这个是长寿无病更好的方法。进一步呢，我们也做药师烟供啊，布施药给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，也可以让我们长寿无病。所以愿大家除了多运动、吃素放生、多供养出家人医药、多做药师烟供，帮助那些孤魂野鬼，愿大家都健康。阿弥陀佛。中华护生协会与您一起关心生命，慈爱众生。护持账号：4213-8483，4213-8483。户名：中华护生协会。早前听到犯疑心就惊，今嘛咱拢有机会通做法官。2023年国民法官制度要开始，重大案件第一审有6位民间人士甲3个法官同齐来审理，人民的观点、人民的感受将此受重视。做国民法官唔那是咱的权利，嘛是咱的责任甲义务。国民法官制度需要咱勇敢、坚定来支持。你这个账单一个月哦，至少要自己对一次。银行有规定，我们跟客户之间是不能有金钱上的往来。其实我自己帮别人理财那么久，我知道金钱的诱惑真的很大。这个还你，我说放你那就好了，我信任你的。虽然呢，银行有很多规定很麻烦，但就是要我们为自己的财务负责任。Thank you.
用靠